一、二、六，爸爸和妈妈，今天带我到百货公司买新衣服嘅，爸妈给我买了很多新衣服，我高兴极了。一回到家，我便跑进房间里试穿新衣服，我的新毛衣真暖和，新外套也很好看，也很好看。这时弟弟走过来，穿上了我的新裙子，逗得全家哈哈大笑。